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シェインシュンです。我在《熟女养成记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陈嘉玲。那她是这个故事，她是从小时候的教育生活，对于陈嘉玲到现在的影响。那在故事里面，她已经40岁了。因为背景同样都是在亚洲文化的生活的关系，所以我想日本的观众一定也可以从里面找到共感。然后最重要的，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喜剧，所以欢迎大家，准时收看。